都没有吃东西，那时候快过年，是在赶拍，半夜快12点多，就自己煎年糕来吃。早上起来胃超痛，他是这样站不起来，然后冒冷汗这样。溃疡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黏膜破掉，胃酸只要一出来就会烧到你的肌肉，它一直消化，一直消化，消化。今天下午6点，晚上10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你可以怎么样展现你的肢体或是服装的魅力，吸引那个男伴？真的只要识货的人看到我就人间极品了。好有自信，真的。是人间极品。如果在黑暗之中也只能够看得到他。一个荧光人真的。不知情的以为他就是一块积木。小钟，你不要讲，我们两个服装还真搭配。哎，真搭的。都是有点。那你们赶快脱掉。好了，来，雨柔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是去男朋友、好朋友的生日派对，然后第一次约会，我觉得一定要去把自己的优点凸显出来，然后让，因为他是男朋友的好朋友，在现场，然后我觉得男生都会听好朋友讲话，他们会觉得，哎，女朋友超正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说，哎，超辣，超好，极品，然后男生就觉得，哦，他很给我面子，极品带得出来，极品 is me， you please change， 那是极品的积木，对啊，对，我们去的场合不一样，这个厉害，他很聪明，刚开始约会，其实男生就算女朋友穿的辣。他就算反对，他不会表现出来。对，而且男生喜欢那种优越感，说：“哎，你看我的码子多正，身材多好。”大家就流口水，就哇，你炫耀的心情，怎么会给你追到这样感觉？对对，真的。而且啊，通常是怎么样？这种穿着，就算我不喜欢哦，等把到了。把到了以后，我会开始规定他，你不可以穿这样。男生都这样，但前面不会。男生前面，各位妈妈们，妈妈，我们很健康，他这个不健康。我相信妈妈也有谈过恋爱，对不对？你们当初第一次回想一下，三位若因为在不同情境是你们在考量的话，你们觉得哪一位最符合你们觉得是对的？所以呢，从雨柔一号、秀慧姐二号，还有瑶瑶三号，一二三，请选择。你看我有票。什么？哇，你票很多，是雨柔四票，哎呦，你冠军呢？哎，秀慧跟瑶瑶各2票而已，怎么会这样？乐吗？为什么选秀慧？就是去乐高展还是要穿的，就是比较不要那么的太过妖艳啊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，可是你不会觉得他太保守吗？不会，因为其实动作还是跟语言方面比较能就是吸引哦，你服装只是小部分，对，你只是靠服装跟就是身材，还我觉得应该不能撑很久。你说是雨柔是不是？不能靠身材，对，不能就是不能撑很久。瑶瑶是谁？我来啊，我觉得女生通常不会想要骑脚踏骑很久，那种包很多的那种就很像阿桑。那像瑶瑶这样骑，这样大概骑10分钟，男朋友就受不了了，就赶快换下一个行程，这样就对，刚刚好。对，所以你也是在赶高铁挂的就对了，不是去洗澡这么急。不是啊，如果说真的去骑脚踏车，然后你穿整套运动服去也很尴尬。对啊，因为男生也会吓到，说你是真的打算今天一整天跟我运动吗？就一整天都在外面骑脚踏车，是真的想一整天跟他运动啊？没有，你要场所换了，是那一种，就会觉得你干嘛？你要骑一整天脚踏车吗？不对吧？对，我觉得很怪啊。重点是骑脚踏车自己还有一些好看的，让对方看到，要让他赏心悦目的。雨柔的，来，谁选一号？国军妈，国军妈来。我觉得就是，如果是朋友的生日 party 的话，我觉得穿这样子，然后加上他那个雨柔气质又很好，我觉得很 OK， 很加分。所以你的看法跟我们刚刚说，但是他又不是说很 low 很 low 的那一种。不过这是我们大家女性妈妈的过来人看法，对不对？男生的看法可能又不一样，包括了服装最吸睛的，包括了服装最瞎的，我们都要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小钟最吸睛、最诱惑的，我觉得还是雨柔。哎，雨柔，这个男朋友带出去绝对是有面子，不管是生日 party 或者是公祭都可以。都有面子，他这一套是无敌装啊，在家里穿给男朋友看也 OK。你这一套真的是很厉害，在家里真的，你看他这一套，这在家穿还蛮厉害，这在家穿很厉害，男朋友就是。那如果这个也可以看展览，进得了厨房啦？啊，这也可以去看看展览吗？展览就比较不适合。他这衣服
就是攻击性太强，如果以骑脚踏车这件事来说，真的，因为它就不是户外活动的意思，对，对，他根本就想赶快拉他到室内，对，哪有，想要加快那个 round down， 对，然后秀慧姐确实啦，我觉得这套比起来，如果以我对秀慧姐的认识与了解，这应该是她勉强可以端上台面的休闲服，不然就是阿桑到垃圾庄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样子看起来还算在这个艺文活动里还蛮合理，倒是羽柔那一套确实是好看，但是真的要很小心，对，因为它的一个就是一线之隔，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可能会让你的男友很丢脸，对，为什么丢脸？会觉得你的女朋友怎么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穿这样，是要来吓唬谁？那如果别的男生，如果别的男生也有带女朋友，你想想看那些女生的处境，真的生气，会讲说，是那这样，他想说，天哪，什么意思？他的乳沟是这样，我也要来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多时候在顾及男友的面子的部分，要真的要很周详。对，不是只是给男友的好友一些话题，也要顾虑到好友的女友，因为好友的女友一碎嘴一八卦，对，你这段感情也是放水流啊。对啊，你看他是丈夫什么的，如果是我们两个啦，我们去参加那生日 party， 然后他就来了，哎呦，你那个什么酒店叫来的、啊？对，应该是传播妹啦，连娇妹、传播妹要高级一点呢、欸。女生就叫爱八卦，这么可怕哦 ！How much？ How much？ 是不会这样？你们女生真的会酸葡萄到这样子？会，会啊，会，真的会，真的酸。因为台湾好像还是毕竟没有这么的 open， 对对对。专家选最瞎的，你们觉得？我看羽柔一定不会有，秀慧姐跟瑶瑶，我的哪一个最瞎？来，小钟，我觉得还是那个瑶瑶。哎，你这样子，瑶瑶最瞎，她输给秀慧姐，真的假的？起码秀慧姐，因为你跟秀慧姐穿情人装的关系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因为我觉得瑶瑶这样去骑脚踏车，真的就是很不 OK 啦，很不 OK， 就是感觉你。你们太保守了，你们。你放在脚踏车上面就是不对。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些真的很休闲，真的很休闲。没关系，刚刚只是服装偏啦哈。对，还有啊，当然服装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，肢体的动作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，对不对？这个动作偏，好，瑶瑶你先来，你来扳回一城，好好，好不好？需不需要有人跟你对戏或什么？就刚才学我最瞎的那个小钟哥出来，钟哥来，直接来一段话。好不好？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夜市，或者在逛街，要去吃那一摊，然后刚好看到那一摊，哎呦，感觉很来电哦，很好吃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一手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看到，哎，小钟哥，那感觉好好吃哦，我们吃那个好吧？你要吃大肠面线，会有蒜味。对啊，吃了会有蒜味耶。没有啦，我是说大肠面线旁边那个可丽饼哦，本源店。粉圆店啊，咕噜咕噜的，好不好？咕噜咕噜的，对啊，好像还不错哎。好，一起，一起继续吗？好啊，这时候他应该就要牵我的手。哦，对，真的吗？其实有撒娇的感觉，有，但是拉这个衣角到底有没有效？配？我觉得要看年纪。对啊，比方说哈，如果今天我年。